死我了。李堂官走出房门，跪发沉呐，心头像压块石头中千斤呐。大人他要我做碗龙须面菜，老汉我实在为难，我难实在难寻呐。这面我见也不曾见。这面我闻也不曾闻呐，急得我是店里店外逢人问，他们不是摇头就把舌头伸。多少年人来送往煎炒烹炸，样样东东我都不费劲呐。今儿我做不出龙须面，得罪了大人，我的把老尊呐。我眼发花，头发昏，耳发聋，腿俱筋，进退两难，心神不稳，倒不如闭店关门，我离开这板桥村呐。晚上迎来一位八府巡案，你问他用啥，他一不要鱼，二不要蛋，三不要饺子，四不要米饭，偏要一碗什么汤面。哎，这龙须素面我从未听人说，何谈亲眼见。这可叫我怎么办。哎，对了，我呀还是找我女儿商量商量再做大算。正是在小妹盼心
正是春，莫非说秋长乞丐无处分，粽子饿子在荒村，莫非说呀躲过横祸又遇难，深山老林被狼吞呐、啊！人都说平日常想能入梦，我夜夜梦里无亲人，眼望行人泪珠儿滚呐、啊。曾说话含水湿衣襟，哎呀，我说女儿快来，女儿快来呀！该父何事？哎呀，还合适呢，这回可他妈不合适了。该父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说女儿啊，昨天晚上来了一位八府巡按，住在咱家小店了。管他七府八府的，就是九府十府又有何妨，他吃饭给饭钱，住店给店钱，他不吃不喝呀还得你站钱呢。哎，我说女儿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位巡案大人年纪轻轻，一表人才，知书达理，脾气古怪，你问他用啥，他一不要酒，二不要菜，先要一碗汤面去款待啊。不就是一碗汤面吗？带女儿我就去做来。哎，我说女儿啊，你会做吗？干父，您老忘了，上回您老有病，带女儿我不是给您做过了吗？哎，你做的那叫啥呀？人家做的那叫狮子滚绣球，嘀哩嘟噜珍珠大坝柳柳面。哎，可那位大人要的是五湖四海九江八河丹凤朝阳汤，九头十八尾刀切龙须素面。这龙须素面吗？此面本是我梁家祖传，他怎么知晓？莫非说是我子玉大哥回来了？想我兄妹一晃十年未见，也不知子玉大哥身在何处？嗨，看女儿那为难的样子，想必也是不会做呀。我呀，还是早点向大人请罪去吧。该父，你老干啥去？向大人请罪去。那汤面不做了？不是不做，是无人会做呀。该父，有人会做呀。啊、谁会做？干父，你远看啊，无人呐。那您进去呢？啊，莫非说女儿你会做？干父，女儿我会做。哎呀，你当真会做？当会做。你果然会做？果然会做。哎呀，我说这下可就好了。你说干父这耳朵里也不打雷了，眼睛里也不打闪了，你再摸摸我这脉咋的呀？他也不发散了。干父啊，那是好了。是啊，哎，我说女儿啊，啊，那咱们就赶紧坐起来呀。好，那咱们就坐起来呀。女儿，你能坐旁边，干父喜须上哎。
叫圆月，当干自干赛纸张啊，黄飞你大刀拿在手，切面就好像关公斩太阳啊。一条金龙盘玉柱，二郎搬山赶太阳，三刀切金木哪吒三太子，四刀切那头堂的小梁王，四刀切伍子胥打马杀将，六刀切镇守三川的杨六郎，四刀切西国的金师燕孙膑，八刀切流落北国的杨八郎，四刀切九刀切呀九里山前出残星，四刀切十面埋伏出霸王啊，霎时之间切完毕。三父您老快收摊，好嘞，老汉我说声好好好哎，女儿你手艺实在是强啊，迎风一晃冒火光，上一个大将名叫杨滚，下一个军师叫张良，那浪里白杂水性好，火烧里陪打飘扬啊，哎我说女儿啊，这练好了赶紧保命去他挑上一碗九头十八尾龙须面，再对上五湖四海丹凤朝阳堂啊，端起来汤面呐、啊，往外就走啊！哎，我的女儿啊，你这是干嘛去？我给大人送面汤。哎，那大人呢？没让你去。还是带干父前去献汤。是。女儿啊，你呀、啊、还是回房歇着去吧。是。哈哈，带我献汤啊。替汤官端起来汤和面呐、啊。黄黄洋洋，一颗蛋黄我万里，黄中红红中。
我唱，桃瓣的风乖，树瓣的嘴，迎春花瓣放倒金晃晃，晃一晃抖翅膀，晃两晃把嘴张。那凤凰展翅又飞翔，好一碗九头十八尾龙须面，好一碗五色海酒浆，八合山凤朝阳汤。我为访这碗汤和面，走的清香房外香，汤面飘香好几寻。小米饼在此店放，小面放在桌案上。李堂官近前来听端详。李堂官，哎，我来问你，这碗汤面是何人所做，何人所擀？回禀大人，这碗汤面乃是我女儿所做，我女儿所擀。怎么，是你女儿所做，你女儿所擀？正是。难道不是我小妹她亲手所做？李堂官，在速去唤你女儿前来领赏。是。哎呦，我说女儿快来，女儿快来呀。来了来了，干父你回来了。哎，我回来了。那老大人他都咋说了？哎呦，我说女儿啊，啊，大人让你前去领赏啊。那我就去了。哎，我说女儿啊，啊，你可知道见了大人怎样磕头怎样回话吗？那谁不知道啊，面向大人叩头，面向大人回话呗。看看看看看看，错了不是？干父告诉你啊，小姑娘见了大人呢，你得背对大人磕头，背对大人回话。哎呀，干父啊，那我不是看不见老大人长得什么样了吗？哎，让你领赏就领赏，看人家长得什么样干啥？女儿记下，就是。女儿啊，上得堂去，小心回话。甘父在这里等你啊。是。民女给大人叩头，下跪可是堂官之女？正是。我来问你，这碗汤面可是你亲手所做，亲手所擀？正是民女亲手所做，亲手所擀。是祖传呐，还是易学呀？此面我老娘会做，传于我母之手，我母又传于我。如此说来，是祖传不是易学？不瞒大人，乃是祖传呐。祖传也罢，易学也罢，我听你讲话不像此地人士，家住哪里，姓氏名随，不要担惊害怕，慢慢讲来。大人容禀。那兄
妹两个人。你大哥有什么名讳呀？大哥名字就叫梁子玉呀。就叫梁翠金啊，听他讲出父母的名道叫子玉同伤亲，兄妹分别正是在爱，今日相逢在殿中，有心上前把小妹认，且慢，我人民女罪不轻，打破杀过问到底呀。
好的香啊，也是我父他早有少息呐。我们兄妹两个人啊，他交给丁魂儿当刀一把，丁魂儿他不敢违抗，假装去搜寻啊，搜花园放着我们兄妹俩连夜逃出梁家村，双阳岔路与蒙古冲散兄妹两个人，也不知我大哥流落何处，你女我逃犯走遍千万村啊，那一天半天小村头饿昏倒，比旁观救了我这个苦命的人啊，他待我像亲生女，我对他像担父亲，这本是以往实情话，没有虚言，全是真啊，大人啊。知喜真是小妹两腮紧，悲知悲生身母啊，含冤死去呀、啊，恨之恨奴才桃花，小贱人强压，故活人悲痛，见小妹泪流满面，疼在我的心呐、啊。梁赛金，不要啼哭，使你站起来回话。谢大人。梁赛金，抬起头来看上一看，一看我是不是你子玉大哥。回家来了。怎么，你是我子玉大哥？怎么，我不是你子玉大哥吗？哎呀，大人呐、啊，像我兄妹分别之时，我大哥本是少年书生，如今你头戴乌纱，身穿蟒袍，慢说不是我子玉大哥，就是我的子玉大哥，怎样啊？我也不敢相认呐。哎，子玉啊，子玉。这就是你的不对，兄妹分别之时，你乃少年书生，如今头戴乌纱，身穿蟒袍，别说小妹不敢相认，就是自己、啊、也辨别不出自己的模样来。梁赛金，大人，若不然，你把你家中之事说上一说，我对上一对，对得上你认你子玉大哥，对得不上你防你的子玉大哥，我防我的同胞小妹呀。修的是谁？
三楼山那部落的墙，那楼盖的高到这日月，那楼修的矮黄太阳，那楼盖在蛇盘地，那楼盖在乌龙岗上，这一宫这一街你要打的对，老大人啊
一公这一届你要打的对，我老人子女大哥准回家乡啊，咱俩是一个娘啊。哪年哪月哪个时辰生，把
哥你今年归东籍，你本是哪年哪月哪个时辰生？小妹我今年十几岁，我本是哪年哪月哪个时辰生？这一宗这一节你要答的对，我能认子于大哥转回家中啊，咱俩谁母生啊？之日来来来转上，受我兄妹一拜。
拜。哎呀，不拜也就是了，也有不拜之礼，拜过了。啊